这个啦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这个人是谁啊？电金婆婆。电金，看起来好像很厉害。你有没有用的装饰品呢？是要合成什么？现在需要吗？还不需要、啊？不用理他，你没有你欧气不够，你玩这个会玩到你哭出来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合成装备类的哦。赌博的啊。哦，好了解。剑要来吗？嗯，一还是没差？随便啊，你不知道去挖矿。那就随便走一步。叫我来，来呢，来。换。嗯，接任务了。繁星的，繁星的。啊。先想办法把武器升上去，再走主线。啊，等下打残爪龙好了啦。嗯、等下你的装备也要做好，然后酱油也要。酱油要做。我要去开营地，我要去开食物。开营地。的营地任务你要去那个啊，回报那边看他要什么。嗯，就你十五去过了，而且还是我亲自带你去的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时候跳下去啊，你不是一再摸一大堆骨头？对哈、哦。哎、欸，旁边我被丢下来，结果旁边就有两个古种。这样我还要回营地，然后去吃个饭好了。看你啊，这样危险。猫咪可以吃肉吗？猫咪鸡胸肉啊，不要太咸吧。虽然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是很咸的样子。哦，那个刚刚你来十五营地。十五哦，对你跳下来，然后等一下，直往有阳光的地方走。嗯，有红色的矿、嗯欸。好，然后之后你，哦算了，等下叫酱油带你了。我先吃个饭、嗯。你打开，你看地图，你按 N 看地图。哎、欸，食物好像不一样。不听我讲话。你说你在看地图，按 N 看地图，你然后你看到那种粉红色问号，那个都是矿。粉红色问号，粉红色问号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这个，看，对，那个那些都是红色的矿，那就是标点过去。你在打屠杀龙哦？冷魔物啊，要打屠杀龙跟紫火龙，对吧、啊？哎，有了，还有一个，哇！红色问号，哎、欸，原来我还没到。哦、我不小心把糖果吃下去，就开始吃东西啊！已经鼻噎着了。不过你们哪听到我痛苦的哀嚎，谁帮我打？不要吓我！根据灵魂意志报告。啊？我不是上了板呐！我怎么？每14秒钟就有一个萨满遭受杀害，不是，是每秒钟就有14个萨满惨遭杀害，你们乱现在萨满比较强了嘛，
哦，你们在打了，我还在那边踩脚印。怎么叫你们？就只有我。繁星在打。哎、欸，大家去打那个找紫火龙的家，你知道在哪里吗？可是我已经来耶。大家去啊！紫火龙家在哪？你那时候，你那时候还带你怎么走的？十一号营地出去，然后嘞，紫火龙的家在哪？嗯哦、算了，你不知道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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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交。我看一下地图，就跟氪金一样，扔到垃圾桶里面，到水沟里面去了。不然，地图好像。没关系啊，算了啦，因为等一下要打吃货。嗯，我是路痴啊，你不能相信我的路啊。你看看我昨天跟他们出去就知道了，回来说。可是你不只是路痴，我觉得你还是白痴哎、欸。我哪有啊？你理解能力真的超有问题的、欸。哪有？我觉得我比亚一样聪明一点。哪有啊？你昨天王国之狼你怎么用的？是我的。人家叫你挖个地道 啊，你说什么迷茫的迷宫还是什么鬼东西的？啊！我有挖地道啊！那让队友都感到迷茫哎、欸！啊，昨天我记得了，我记得了。那个丝瓜，左边那只恐暴龙，不要惹他哦，他很凶哦。哦，你们那边哦，吓死我！他要死翘翘了。对啊，他骷髅了没啊？你怕他骷髅了？骷髅了。他骷髅了。好好，让他哭。麦高瓦台，麦高瓦台，好，那那个，哎、欸、呦，嗯，这是石头，看谁？什么？我以为是大便吗？哎、欸，扁扁，你好烦哦、喔！哦，他会打开，哎、欸，踢他，有大便，快点快点，恐暴龙过的大便那边喽，恐暴龙来了，恐暴龙吗？快跑快跑快跑，哇，第一号营地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刚刚就是要叫你来这边捡足迹，因为这边有很多紫火龙的大家。你说谁？你。没有，我是顺着服务种走过来的。哦。因为我看到很多恐暴龙的足迹，我想说那个。好，你跟你要跟我们走，你跟我走，你跟我走。我可以先挖完再走。那那这个。虫在哪里啊？我说，哎、欸，那个土沙龙是吗？怎样？水里的，它会出来吗？哦，鲶鱼哦，它会出来吗？这种地图？它这张地图有没有啊？所以有的话就出来。当然了、啊。主动型。你，请跟我们来，现在要去打吃火龙，要去捡它的主。一号营地。先飞十一号营地，然后标记我。来人，来人，然后标记你，标记。你说要打他什么？标记我，你要捡他的主。刚看到酱油很认真在挖矿，不错。对呀、啊，非常好。认真的上进小孩。我又把糖果吞下去了。在吞你还是你是吃硬糖的？对啊，小心一点，那个打会给丢，会不会更瞎？应该不会吧？那个很难打吗？那个小东西，你挖过了，好，非常好。我挖过了，等你把这边绕了一圈。那有发现吃火龙吗？我找到他了，我找到他了。要打他哦？要啊，因为打他的话，你的那个调查点数也会增加，因为你就是要查到他来这边有很大的阻击，你不要太高兴哦。好。这不是恐暴龙吗？不是啊。里面好吗？
里面，在里面啊、哦。对，你等一下，哥哥先跟他玩一下，跟他交流。好的，交流交流。金十二白金，跟你交流交流。他也会旋转跳跃，那你要不要跟他一起旋转跳跃？快死我晕了！我觉得我过去应该直后退，来不及顺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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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加油猎赛！哇，没挡到，多挥一刀，你害我好丢脸。你害我好丢脸啊，小笨狗！他是太太，是冷气。你害我好丢脸啊，小太太！小费里，小费里，我老公。之前还有人跑来问我。你就关于你的名字，为什么又晕了、啊？叫你不要先过来，会死人。我是引到他了吗？你太近了。那我再跑远一点就好了，在旁边看就好。或者是你可以穿隐身衣过来。哦，这种隐身衣。麻烦死了。啊，离我们远一点哦。被戳到，我不知道、哦。差点回，好近哦！我还是在外面看到。我躲。我躲。好了。哎呀，来不及。他飞走了。当。他吼的时候有办法抵消掉吗？之类的，或者抵消什么？哦，我怎么又晕了？就是他吼的时候啊，有没有怎样办法让自己不要被晕倒啊？耳塞啊！哦，你还有这种装备？你以为我昨天跟你讲说要自备耳塞是假的哦？我想说你们讲，你想说什么？你赶快进来解吧。你想说我们是要防疫？对对对对对。进来解啊！来了，穿着隐身衣。另外一边。哎，好多机器哦，还有大便。有矿，我要捡矿。有大便，快捡大便！看泱泱不啦，那个酱油可以多踩两次。洛阳，真好。有本本。我应该可以先解掉了吧，装备。可以啦。那我要跟着你。然后尾巴掉了。对，哦，他是往更深处走去了。行啊，在我反方向。啊！不小心，我的天！死掉了！赶快过来播。快过来播。还有这是既然也是西吼，算了，认了一下，然后又可以拿出你的捕获网抓那些鸟了。她老公都不来救她，她老公在另外一张地图，这张不会有她老公。是分居。对啊，她有老公，火龙啊，刚刚才打掉对，很有道理。啊，什么？像打前面的草石龙也会有鸟下来，有逆鳞哎，后面的那个来了，不过我现在好像是无敌。走开，我被夹，不要跑！你被夹啥？那个小怪说的呀？谁？
又是哪来的梗呢？呀，尺寸更新耶，都变大只了。然后你根本没打过这一只啊，所以你就吃。哦，因为它是哦，所以它原本的跟变强后的会分开算。越强的魔物，尺寸越容易有大或小。灯笼哎，有，别忘记点。耶、yeah, 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终于可以做了。可以了什么？就是神刀。哦。神刀刀。刚刚挖到了，然后就可以解主线了吧？解主线了？你主线结束了吗？还没吧？那怎么可以解？不是啊，你还是要调查问号问号的啊。哎、欸、哦，是这个。你刚刚都没有看。哦，所以就是一直调查，然后一直找那个。那他说各地耶，所以这个也可以啊，来吧。哦，所以跟着你们也有这样子。来吧，我去看一下。去打残爪龙。好啊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接问。问号，惊叹号，惊叹。惊叹号。我为什么跑这么远？不用飞的不就好？朋友问了我一个不知道怎么回答他的问题。对，请说。哎，可以说的吗？可以啊。他跟我说，为什么他觉得面膜没办法敷到整张脸？哈？是面膜太小，还是他脸太大？我是想跟他说，应该是。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嗯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不会吧？怎么可能？他说真的，他说他没办法敷到整张脸，害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不接。你还不行哦。对，他说那个不到。哇，那好吧，放弃这个任务了。好，放弃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要露出。啊，这张任务没了。好，我想要看。兔兔要打你了，眼睛要打你了，要被揍了。人间。对呀、啊。啊，这样有你有敷过面膜吗？我有敷过一次。那你有跟他一样的问题吗？没有，我脸太小了，面膜太大。说起来有点欠揍哦，可是真的啊，你知道我要敷的时候，我的面巴，就是它不是鼻子，再来是嘴巴嘛，嗯，然后结果我那个嘴巴，我敷上去的时候，那个嘴巴那个洞是在我的上嘴唇那里，哇，然后我的鼻子还跑下来，然后我还要一直往上拉，往上拉，把它在一起我才能敷，啊，而且下巴那里还会多很多，你都可以弄到那个脖子那边了。是没有那么离谱啦，可是我还可以敷到我的下巴，所以我就觉得太好像没有这个问题。对，应该说太大了，不舒服啦。你问他是不是他买的那一家的面膜特别小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面膜对我来说都很大，所以我从来不敷面膜。好了，来吧。你是因为你本来就脸太小，见面的时候看。嗯，可是很多人都说女生要敷面膜。我以前没有，但现在有。真的有差吗？敷面膜？我觉得有差哎、欸，真的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我敷起来真的很不舒服，所以我从来不敷。都敷上去黏黏滑滑的，不是？对，会，不是黏黏滑滑，是太大了，我在那边翘半天，总是它会一直掉下来。是你脸太小哎、欸，是我脸太小，你的脸型很小啊。不然你就用那种啊、嗯，不是有一种就是液体面膜那种？你知道我之前白痴哦、喔啊，你可以用火山泥那种东西啊，对，那是涂在脸上的那种、啊，对啊，那种涂的啊、嗯。哦，那我应该要买那個。那你刚刚说你之前怎样？啊，这样。嗯？你说你之前怎样？我说那我应该买那种。那、啊、你刚刚不是说你之前，然后就被打断了？我忘记了。哼，太棒了，忘记了。果然是酱油呢，你一样就是用那个哦、喔，搜寻那个红色的自己挖啊。哎、欸，我食物变得不一样了，好棒哦、喔！对啊，会升级啊。
后面的料理长会自己帮，会自己做菜给你吃。因为我变大大了嘛，变大大。酱油可以，我们可以一起敷面膜。可是我觉得不需要、欸，不好好、喔。觉得啦。哎呦，怎么跟我一样，没礼貌、喔？可是我敷面膜的那十五分钟很痛苦吗？真的是很痛苦哎、欸，因为它会一直滑下来啊。而且我最扯的是，有一次我敷了以后，它我用好咯，然后我坐着，它直接滑下来，然后我眼睛也看不到。好奇怪，为什么？太大了啦！它没有那种小脚比较脸比较小的人专用。你之前有人有跟我说有小面膜啊，我就跑去问，结果他就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我，在里面讲神经病嗨。很难过，可是应该有人有跟你一样的困扰啊，应该会，应该有啦，因为脸小的人很应该很多吧，我觉得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不止脸小的人，虽小的人也很多啊，讲错话，讲错话了，讲错话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，那我想我虽小，我虽小跟我脸小可能是一起的，我靠，嗯，我真的是蛮虽小的。有人自己这样讲的吗？我也蛮吃小的啊。吃小其实到底什么意思啊？就运气不好啊，所以啊。哦。就像我抽东西，人家五千抽到，你花。哦，那我也是啦，我们可以三个、欸。我花两万抽不到好吗？你是抽什么呀？字母字母啊。哦。哦。那你还是。啊！被兔子骂，差点就分手了。你是真的啊，他竟然跟我分手啊！白痴哦、喔，用抽瓶子的，太气了，抽了两万，这种事还没抽，对啊，而且是加倍中哦、喔，你也太衰了吧！很多人都单抽抽到啊，不然就是十抽抽到啊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是衰到极致哎、欸。对 啊, 啊，难怪你会被骂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他气的，花两万。这么差，就跟你们一样、啊，都是欧不到自己的游戏啊，都是欧到别人的游戏啊。真的，帮别人抽阴阳师，一抽 SS， 自己抽一百抽了还没。真的哦，我们都没有反的。对，然后最后拿了飞游奖励，然后还抽到最烂的那一。哈哈。嗯。妈呀！我那时候玩最烂的是那只嘴。啊那水的叫什么呀？就是银草，我忘记了。我是很早之前玩，团团他们还在玩的那时候。他们偶尔会回去玩啊。水的，你说长怎样啊？就长很丑啊，光吗？看起来像鱼人，光吧？对，这好像是他吧。你说我记得，就那时候最强的是什么？就是那时候水银灯也很烂啊。光穿心。就是最强是大片狗啊，跟拿刀那一只。哎、那好久以前。要刀机。对啊，很久以前啊。然后那时候我一百抽的话，那时候很长。然后我存到我用存的存到一万勾，然后我抽不到，然后之后直接拿飞友，然后抽到最烂的那一只。我的妈呀，这个运气也是。把他。运气都默默。他是不是要死了？嗯，哎呦，我们在打屠杀了。可是，我就是运气差过后，突然就红了。哎、那只超凶恶叫什么龙？我忘记了。超凶恶，红暴龙。蛮恶龙吗？哦，对啊，它在我前面。我还没看到我要跑掉。但是我还是要小心。哎，吓死我！是小只的，哦你！吓死你的小新娘！你有新娘啊？你怎么这么花心？跟你分了啦，又摇了，还有我了、啊，你还要找新娘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很忙啊，没有你好吗？不会这样想，他根本就没有你。有，我心里就等下，等下，你在追我，你在追我，
你们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？我已经那样子，小心脏够累的了。哎、欸，哇！我现在不能用哎、欸，我现在是红色的。哎，有人在我哎，你在发呆呀、啊？哎，在发呆呀、啊？在发呆呀、啊？是不是嫌报酬奖金太多了？是嫌钱太多？你要跟我说啊！我开场就死一死，都不要赚钱。你要去找很凶的，凶的，我要找雌火龙、啊。哎、欸，这边雌火龙竹竟找过了没啊？捡过了没？没有，打。我来捡啊！我看你在哪里，我过去你的。哦，雌火龙在飞。我上了我的这个点，你要来这边，标记这边的矿，然后我要去打了，够力了。哦，你要去打了、哦。对啊。那我不要矿。要标记我、哦。导错了，你要导直火龙？对啊，他刚不是飞走了吗？要导他、啊。哎、欸，哎呦，在这边啦、啊，找半天找不到他的那个抓痕。哪呢？他这样粘好吗？啊？啊？嗯，我，哦，没有，我想说你刚刚画起，暴龙，我暴龙跟奇火龙是两种，是吗？暴，大变呢、欸？没动，别瞎别瞎，拜，妈，是啊，我想点别的，晕了，不要动，是啊。今年好吧，然后一听到你的呼喊，那酱油没来帮我坦伤害，酱油有人需要你，你马上去，然后酱油来自证。我来喽，有点远喽。看到你是不是？我看到恐暴龙哎。对啊，恐暴龙在我。我忘了吃饭，我不能吃饭。啊，你死鬼！你死过啊？你要十分钟后，你忘了？哦，对吼，啊，刚死过太饱了。所以你要做密钥啊？反正你不怕我往你那边靠近哦。我要标记繁星，可能路上有点，还没有稳住哦，好方向。叫屁啊！梦，来了！我恐怖龙应该过去了。啊，干嘛掉？来，那胖子是吃火龙配音吗？他脚也是也麻了、欸。没有，我买卡机电玩机。哎、欸、哈！你们刚刚恐暴龙吗？啊，跑掉了。抓他！恐暴龙远离你。他抓他。
这里怎么放啊？怪这边，怪这边，怪这边。哎、欸，我要 scale 了。